有没有脑中有许多想法，却不知道怎么用 3D 实践出来？还是看了许多零散的英文教学，却不懂真正 Motion Graphy 专案执行的流程？大家好，我是许光慧，曾在 Bito 影像创意公司工作两年，现在是 Motion Graphy 自由工作者。我是刘成杰，北艺大动画系毕业，之后进入图文部辅担任动画11年，现在是影像自由工作者。课程中，我们会针对完全不会 3D 或 C4D 的人，制作一个假想音乐频道的形象影片，从一个完整的专案流程，带领大家学习 C4D 的操作和 3D 的基础概念。一开始会介绍 Motion Graphy 发想的流程，从了解客户需求、寻找案例的方法、制作气氛板、画下分镜草图等，快速的带你了解提案的制作流程。接下来就进入到 C4D 的操作，从专案中学习 C4D。专案没带到的重要概念和功能，也会一并在教学中展示给大家，让你不只是会 copy 专案，而是进一步在跟着教学步骤的同时，也做出属于自己的影像作品。我们把观念、专案、操作技巧连接在一起，让学习 3D 有趣又有成就感，并且省时又省力。整门课程大概7个小时，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业。学员们可以加上一个感兴趣的品牌，跟着教学步骤做出属于自己的作品，并和我们一起讨论学习成果哦。期待在教学中与你们相见。